己给了一个控制，但是太子人有一个大招，但是并没有能够把人救起来。而罗斯也和孙立卫已经率先倒下，而此时的苏维塔和被动之后，石壁上的工作人员在旁边疯狂的输出，都已经杀害了。如果生活变得我是运动员罗斯，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。我是运动员孙立卫。数次把球鞋擦亮，像鸟儿。大家好，我是运动员蒋涛。练习他的翅膀，我想我是运动员迟小明。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。大家好，我是运动员徐碧晨。大家好，我是运动员林恒。坚持走吗？未知的隧道那么长，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。武汉第三炮，太难。FMVP， 他就是花海。又是一诺，再次拼搏和奔跑，带你去乘风破浪，带你去乘。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，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，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。我们能赢，不管前路还有多少阴招，从没有白费的泪光，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。倔强的伤，那也是年轻的奖章，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。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，用一万个日常过一颗热泪盈眶，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，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。我经常告诉自己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变强。但打职业这么久，相比赢，我更不怕输。很熟悉，感觉那种感觉全回来了。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，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。再坚持一下，朝明天出发，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抬头守护家。中国的光点亮，你高举着徽章宣告。